小米放假了，所以呢，要跟着我一起来。Hello， 树，这个像不像圣诞树啊？就是圣诞树。这就是哇！你看它结了个小果子，它开花了吗？你不按冬瓜上面死，只要冬没有开花，你看这没有啊，就可以啦。别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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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啦，你别啦，这留给哇。圣诞树啊！是的，这个圣诞树好大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礼物哎。你看，哎，这个有那么大吗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跟茉莉我们一起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圣诞树是在哪里？记不记得叫什么？斯特拉斯堡。那个圣诞树你记不记得？那是整个法国最大的圣诞树之一。它比这个还大吗？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圣诞树摇来摇去的？哇，那是彩虹吧，小米？你看，你看，哇，真的！哎，是的，有彩虹啊！那是不是说明今天我们有好运啊？不是好运，好运这是什么？好运，有好的运气是吗？好运，好的运气是什么？就是有幸运女神，就是很幸运。再过来就没了，走吧。为什么？因为离它太远了，在那里有点近。好了，走吧，来吧。他们是怎么工作啊？他们在工作，我是做牙，这有牙，这有好几个医生，你坐这等等。妈妈，嗯，医生今天把一个新牙，不是一个新牙齿。是的，他给我放了一个新的，有算是新的吧，他做了一个牙齿上去。我可以看吗？啊，哪里？好，看上面，有点像一个针的。是的，它当然是仿真的啊，不然的话怎么用呢？是真的，这看起来是真的。但是那周围看见有血在那里。是的，有血很正常啊。疼吗？不疼。秀白是疼死了，没有，不会的，嗯，不疼。现在科技很发达，你的小马你带了吗？带了是吧？啊，我好难把它捞起来。OK 了，我们走了，然后下次再来。你也要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也是磨牙，你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磨牙，所以到时候下个月带你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哎。下个月带你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妈妈也会带你去那个的，也要你去。是的，也等会儿。这一次呢，我做的牙齿，我以为和我以前是一样，就是做一个新的牙管啊，就是放上去，结果并不是的，他只是跟我把怎么说？他只是把坏掉那个磨掉了，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那个恒牙，有一半，他跟我就是安了一半的上去，这个和我国内做的是不一样的，花了500多欧是吧？然后我的医保有报销了200欧左右。大人看牙是这样了，有医保是70%的报销，那小朋友呢？小朋友补牙是多少钱呢？一起去看看吧。别乱动，小米。你等会要跟医生说你的牙齿啊，你的牙齿这个地方问题，还有你告诉他你今年多大啦，背挺直，然后你牙齿还没有换，你的小乳牙还没有换。我牙齿还有一次都没有换。是的，一次都没有换。
人都霍霍完了是吧？掉牙齿你都没掉过。对，所有人都掉过，半山都掉过。好的，没关系。我都没掉过。好的，来走了，去到医生那里去。儿童牙医约了两个月才轮到我们去看。这个牙科诊所的环境还挺不错的，在小朋友躺着看牙齿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电视机是横的摆上去的，这俩环境还不错。小米现在6岁，他一颗牙都没有换，还是小乳牙在小嘴巴里面，所以有点担心，然后去约了牙医去看一下。牙医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，然后也照了一个光 X 光片，看得到他的换的牙齿在已经在他的口腔里面，只是还没有把那个旧的牙子顶上去，所以没有任何问题，顶再等等就好。但是小朋友比较喜欢吃糖，那么多多少少的还是会有一些蛀牙，下面的磨牙的地方长了一个洞，就给它补上去了。这一套下来呢，我以为肯定要花钱，因为像这种补龋齿，那在欧洲的话，我这个我去做的牙齿还不是整颗，只是半颗而已，都去了500多，我以为怎么说也要50欧吧，结果一毛钱没有花，真的是一毛没有花。哇，在法国那小朋友还蛮不错的。这个让我挺惊喜的啊！其实，在上一次我在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就提示过我，觉得我可以买一个牙套啊，放回家戴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在牙齿上，这样的话减少晚上睡觉磨牙的那种对牙齿的一种损害，并且这个牙套小孩子也适用，只是有点贵，大概每一个需要200欧左右。但是这一次我去带小米去看牙医的时候，牙医又说不需要给小孩子戴。你们觉得呢？大家觉得需要戴这种牙套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小女神。